那有个鸟窝，这是冯老坏家，冯老坏看见该骂他们了。没事儿，他在我家呢。真的？那我还骗你，他给我爷爷过七十大寿呢。哦，走。你在这扶着我上去啊。你扶着，让我上去。你行吗？怎么不行啊？那要不这样，咱俩猜拳，谁赢了谁就上去。不行，你净耍赖。谁耍赖了？上一次我们两个猜拳，我赢了，你说不算，然后又猜，我输了。这回咱一决定胜负，谁要是耍赖，谁就是这么大个儿的。好吧。16剪刀布，16剪刀布。那好吧，那你上去吧。我听说啊，咱们这老宅院里有好多蛇，你说那窝里不会是蛇吧？碾子哥，还是你上吧。不行，我愿赌服输。我让给你。你输了就是输了，不能耍赖。我自愿。那我把你叫来，我上。啥味儿？你媳妇儿来了，快跑！碾子，碾子，快出来！我看见你们了，快出来！还有狗蛋儿，出来！你笨死了，还炸你呢！你别揪我，疼，松手。你是我媳妇儿，不许揪我耳朵，多没面子。以后你听话，我就不揪你耳朵。那你把鸟窝给我弄下来，我就听你话。说话算数。嗯。在哪儿？那。等着。以后听我话，这个能富裕些点吗？你揣怀里一个月准能。走吧。哎，碾子，赶紧回家，那你都着急了。什么人？病人姓冯，咱们村里的家长。哦，冯家的。客气客气。修炮楼的事你知道吗？哎，知道啊，知道。那你们为什么还没有一点信号？哎，太君，这房子要是拆了，老百姓没地儿住，您看能不能把炮楼修得离村子远一点？报告，皇军在那修炮楼，
那是皇军的事。炮楼一里之内不许有房屋草木，一律拆掉。哪个是孙秀才？你就是孙秀才。正是。皇军不远万里来到这里，建立大东亚共荣圈，你们要支持皇军的行动。支持，支持。我个人非常仰慕中国文化，尊敬知识分子。孙秀才，你在村里德高望重，你的话村里人会听的。你们日本国在东汉的时候就是汉属倭奴国，唐朝的时候派遣唐使学习中国文化，既学中国文化就该知书识礼。拆我们的房子，这是哪家的功劳？建炮楼是为了维护地方治安，建立王道乐土，你们应该高兴才是。啊，共荣，共荣，这是我们孙家祖上传下来的，100多年了，八国联军来的时候都没有拆。王道乐土，我乐得起来吗？这是什么道理？太君，文物，文物，不管什么，一律拆掉。有谁敢违抗皇军的命令，杀无赦。跟他们拆。太君，不能拆啊！打死了！别打了！求求你们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！强盗，简直是强盗！阿甘，求求你放了他吧！求求你放了他！阿甘，放了他吧！我求求你放了他吧！放了他吧！你让他们拆，有谁不听话？死了死了的。这是怎么了？爷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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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了？爷爷，严泽，爷爷，我再嚷嚷爷爷。听你媳妇的话，放爷爷。好孩子，照看好年子。爷爷，我记下了。爷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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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了？爷爷，爷爷，你醒醒啊！爷爷。爷爷，爷爷，你醒醒！现在就这地儿是咱们家了。有姐在，别怕。918那年，我们全家人从东北往关内跑，路上爹娘都死了。我们要搬到咱们村儿，那年冬天下着大雪，我们晕了，是爷爷救的。这不都活下来了吗？越是欺负咱们，咱越得好好的活。
试试。叫你呢，没听见呢。我不想跟你睡一块儿。哎，你个小屁孩，咋那么多事儿呢？我刚来你家的时候你才五岁，那会儿还不是跟我睡在一个被窝里。可我就是不想跟你睡一块儿。那时候你尿炕，把我唯一的一条裤子尿得水湿，第二天都没法出门。早上咱在一个被窝里，娘叫咱，你咋说？娘，我尿炕了。有本事晚上在外面冻着。这碾子是住这儿吗？你有啥事儿？修炮楼，每家得出个差。我们家人都让日本人抓走了，哪还有人啊？这不碾子还在呢吗？碾子是个孩子。哎呦，这没办法，这是皇军的差，谁也挡不了。要不你去？你怎么老给日本鬼子卖命？会断子绝孙。王八蛋愿意给日本人干事儿，现在那不是日本人的天下，那国军都跑没影了，你让老百姓咋办？再说了，这不是谁裤腰里别的东西硬，听谁的吗？你以后少说什么鬼子鬼的，那得叫太君、皇军，让日本人听见，你该出事儿了。你不是挺有本事的吗？民国二十年，您连知府的目都敢当，怎么到日本鬼子这儿吓成这个熊样？你胡说什么呀？谁怕了？不怕你跟耗子似的。那叫策略，懂吗？逆着跟日本人来，那就没好果子吃。反正我是告诉你了。谁来了？那个盗墓贼。八哥，太君，太君，太君，他是小孩。太君，唐家说，快起来，快起来。疼吗？以后干活机灵点儿，好汉不吃眼前亏。小日本鬼子，我要是有枪，我就跟他们拼了。我们全家人也是被鬼子杀的。你说咱国军都上哪儿了？不知道。早点睡吧，明天还要干活，那么累。咱们中国人怎么老被小日本欺负？因为咱打不过人家呗。我听说城里闹八路，前天我去城里的时候，城头就贴着告示，识字的人说共产党打了鬼子一下，死了好多鬼子。真解气。那现在八路呢？不知道。你说咱要能把鬼子建那王八盖子炸了多好。别做梦了。醒醒，醒醒，快醒醒！干嘛不睡觉？我尿炕了。我想了一个好办法，可以把鬼子炮楼炸上天。真的？你看啊。从咱们这儿到鬼子炮楼还不到一里地，那我们挖个地道过去，放上火药把它炸了不就行了？想法非常好，但是没法实现。为什么呀？你想啊，你从这儿挖地道，地底下根本就看不着方向，你怎么挖得到炮楼？别胡思乱想了，早点睡觉吧，明天还要干活呢。碾子，啥呀？
我偷了方老坏家一只羊。真的？有你的？谁叫他当汉奸欺负咱村人的？就是，气死那个冯老坏。这能吃老长一阵儿。哪个缺德的偷了我们家羊，让我查着跟他没完。小凤，看见我们家羊了吗？没看见。站住！干啥？哎，你身上怎么这么大疝气味？溜远点。说，哪来这么大疝气味？大白天你想干啥？你再这样我喊人了。眼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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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，眼子，你吓死我了！你干啥呢？看，地道。还想这事儿，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根本不行。不是怎么知道不行啊？你怎么这么拧？嗨，我跟你说啊，今天我在路上碰见冯老坏了，拿那狗鼻子在我身上一阵乱闻，说有疝气味。我爷爷跟我说过，这冯老坏原来是个盗墓贼，这盗墓贼可厉害了，趴地上一闻，就知道地底有什么宝贝。这么厉害啊？我爷爷说的还能有假？那你说，他是不是察觉什么了？可能。你说这盗墓贼挖这么长的地道，怎么就不会有错呢？那他行，咱们也能行。对，一定能行。明天你别挖了，我来挖。眼子，眼子，小凤，这两个小崽子，这是想干嘛呀？你说我是现在好看还是刚才好看？臭美，快说。都好看。真的？哎，你别动。好了，好你个坏碾子啊！哎，你别动，痒！叫你使坏，使坏，使坏，使坏！你再使坏，你再使坏！别动，痒！再使坏！以后可得小心点儿，让别人知道了可不得了。快点干活，快点干活！看什么看？我告诉你们啊，误了皇军的工期，你们都得掉脑袋，知道吗？哎，跑快点！嘿，汉奸！您有什么吩咐？你弟梁敏很好。哎，是梁敏，梁敏。
纸箱的东西弄来。一定，一定办到。日本的清酒给你。这给我了。谢谢，谢太君。皇军对朋友是慷慨的。是，够朋友，够朋友。你得好好干活。一定一定。孝忠皇军，孝忠皇军。你又偷冯老花家的羊了，我看他那德行我就来气，以后别了。我看他看我的眼神都不对，那家伙贼得很。我本来还想全都给他堵死呢，后来仔细一想吧，这么好东西还挺可惜的。听话，以后别了。嗯。怎么样？我怎么觉得有点不对劲儿呢？哪儿不对劲了？不知道，是不是挖歪了？说不好。要这么话，肯定歪到他姥姥家了。那怎么办呀？下边黑，咱们也看不见呀。要不先不挖了，想想办法。快点干，快点干，干什么呢？哎，老娘，我正找你呢，啊！皇军这开始筹粮了，你们家80斤，天黑之前去我们家去，啊！快点干，快！姐，我今天上工的时候看到太阳照到树上，树影是直的。咋了？你看啊，这树影要是直的，我们把一条太阳光照到地洞里，拿一根木棍，那木棍影子指的方向不就是炮楼吗？对。然后呢？有一条直直的光线就行。你能把太阳弄到地道里来啊？我在东北老家的时候，羊毛子晚上就不用咱这油灯照亮。啥是羊毛子呀？就是俄国人他们用的那种东西，一打开一条直光柱，贼亮贼亮的。那么厉害？很贵吧？应该是。那城里有吗？不知道。要不我明天去看看。嗯，不行，咱没钱啊。我有。你哪来的钱？我真有金子。你从哪儿弄的？嗯，这个戒指你拿着，本来娘是要给你做嫁妆的，不到万不得已不要拿出来。娘，你还是自己说的吧。你家原来很有钱吧？我家是旗人，姓佟。我爹说满族姓佟家世，大清要是没亡国，我也是个格格。哥哥不是男的吗？哎呀，你怎么什么都不懂啊？格格是我们旗人对女孩的叫法。那你应该叫佟凤吧？嗯，佟凤。那我以后就叫你佟凤了。叫姐。不行。多不好意思，叫啥凤叫惯了。你们汉族人特奇怪，
把女孩的脚裹得那么小，这样的脚才好看。好看吗？好看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就是这样的脚，在我们这嫁不出去。小时候你捅马蜂窝，一群马蜂追你，我背起你来就跑，记得吗？记得。到最后抹了我一脸尿。算你有良心。碾子，碾子，小凤，就说是这两个兔崽子。他们俩果然有事儿。姐，你回来了。你刚才叫我什么？你再叫一声。姐。今天第一次叫姐，想了一个好吃的。麻花。哪儿买的？城里买的。城里买的贵吧？不贵。对了，姐，那个羊玩意儿你买着没有？能跑的地方都跑了，都没有人听说。好不容易问到一个知道的，说得去大名府买，县城没有。那咱怎么办啊？再想想办法呗。碾子，你给我出来！小兔崽子，出来！我说我们家羊怎么丢了呢？原来让你们俩给偷了啊！我没偷你家羊。还敢说没偷？哎，你把那褥子掀起来，那什么呀？你偷进我们家？这还家呢？我要不来这儿，我还不知道你这个小贼呢。你比我更贼。什么？你说。燕子，你打我，我跟你拼了！你看，你放开他！老爷，信不信我掐死他？说。挖那个洞干什么呀？我没挖洞。别想歪了，啊！那褥子底下有个洞，干什么用呢？我挖宝。挖什么宝？我爷爷家祖上留下来的宝。藏哪儿了？你爷爷坟里？不是。话都说了一半了，快说。我告诉你，你告诉别人怎么办？咱们乡里乡亲的，我能是那人吗？我看你就是。行，你们俩要是让我走了，可别后悔。皇军要是知道了，你们俩可吃不了兜着走啊！冯叔，别，他一小孩儿，瞎说呢。你别说话，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了啊！我爷爷不让我告诉别人。我是别人吗？我是你叔啊。那我家祖上很有钱，你知道吗？知道。你们家出过进士，那有钱的时候，银子都用筐抬。我爷爷告诉我，他怕后边不争气，所以在地底下埋两大筐银子。
埋哪儿了？就在鬼子兄弟炮楼底下，那是我们家大宅。爷爷怎么没告诉我呀？他一小孩逗您玩呢。童言无忌呀。爷爷临死前就跟我一个人说了，那天我修炮楼的时候已经做好标记了，但我没时间挖出来，因为鬼子人太多了，所以我就想挖个地道把它弄出来。你挖能行吗？我这不试了吗？不行。我就知道不行。这样吧，我帮你们挖，挖出来分我一半。真的？真的。你骗我怎么办？那咱俩拉钩。行。叔，没有这事儿，真没有。这是我们爷们儿之间的事，你娘们儿少掺和。嘿嘿，娘子，那咱们可就说定了，啊？娘子。爷爷真跟你说那事儿了？没有，骗他呢。那以后要是挖着没有咋办？以后再说以后的事儿吧。不这么说能过得去吗？也是，你演的真像。他觉得我小，所以才容易上当。你个鬼精。怎么样了，快说啊！我就说嘛，这活没我，你们都干不成。我老坏是什么人呀？哎呀，我干这行的时候还没你呢。那说，现在咱怎么办？白天的时候我布过，从咱们这儿到炮楼是385米，咱们呢一天挖个3-5米它不成问题，3个月左右那就完活了。只不过呢，这炮楼附近有条河沟，沙质，要是挖到沙子了，那人可就埋在里面了。那怎么办啊？这炮楼建好后啊，要在它周围挖一条宽3米、深2.5米的环形沟，到时候呢会往里灌水。当然了，这是明年6-7月的事儿，他们会把河沟的水引进去，那个时候，这地道可就会往里渗水了。咱们要还在里头的话，这地道不塌，人也会被淹死的。这么难啊？那咱还能行吗？有我在，没有不行的。那您接着说，叔。这时间呀不是问题，明年6-7月的时候，咱们早就把这宝挖走了。只不过呢，就是过那条沟的时候，稍微有点麻烦。还有就是，白天不能挖。这炮楼马上就建好。咱们这么近，这鬼子从炮楼上往下看，那看得真真的。干着呢。这什么呀？这个叫洛阳铲。干嘛用的？看着啊。就这么一直捅，捅到地面上，它会有一个不起眼的小洞，这个洞呢能确认咱们这条地道的位置，而且还可以通气。这地道挖得越深，氧气就越来越少，人可能会憋死，所以每隔50步就要向上捅个洞。这洞与洞之间的距离就是咱们这条地道的方向，咱们就知道这地道是否挖偏了，而且还可以从这个小洞知道离地面到底有多深。叔，你真有学问，以后像这样的活就我和傻凤来干，您每过2天来看看就行。行啊，来，你试试。
嘛呀？你听。猫头鹰在叫呢，碾子，姐害怕。你们女的就是胆小。姐想跟你睡一起。这不睡一起呢吗？姐想搂着你睡。不行。咋不行啊？怎么样了，怀叔？哎呀，行，就这么办，往左偏一点就行了。好，来。哎呀，哎呀！哎，太君，欢迎皇军进驻花园炮楼。你爹辛苦，功劳大大的。我爹应该的，哎，您的辛苦。你看，鬼子进驻炮楼了。穷乡僻壤不成敬意，这是我们这儿的特产二毛烧鸡。哟西，闻起来味道不错，你弟凉大大的。是。呸，狗汉奸。哎，您请。快走吧，别让鬼子发现了。碾子，哎呦，这碾子在吗？出去了。冯老坏，你干啥呢？哎，你们这地道挖的怎么样了？不少了，你要不自个儿下去瞅瞅？哎，不用不用，我看那通气孔就行了。还有啥事？啊，过来看看。那个碾子家的，哎，你说，你这么大花朵似的姑娘，嫁给那么一个不懂事的毛孩子，你亏不亏得慌？爷爷救的我，要是没有爷爷，我也活不到今天。哎，得了吧，那就是他想给他孙子找个媳妇儿。我稀罕碾子。这俗话说，十八的姑娘一朵花，那个小子，能懂那事儿吗？冯老坏，你瞎说什么呢？滚出去！今儿啊，就叫叔心疼心疼你啊！哎呦，我就喜欢这味儿。放开我！滚出去！你，冯老坏，你干什么？你，滚！滚出去！还他妈挺有劲儿。姐，你怎么了？姐，你怎么了？谁欺负你了？是你，你欺负我了。我怎么了？
不能相信冯老怀，心里必须得明白，那人阴险得很。知道了，姐。快走。哎呦，刚吃完饭呀、啊！我说脸子，你们那地道挖的怎么样啊？都按您说的办呢。哎，老坏叔，你说，咱们要是挖着这宝，这钱你怎么花呀？有钱那是好事啊。我带你进城啊，丽春院那好玩的很。丽春院是干嘛的呀？哦，那个你毛还没长齐呢，哎，甭问了。碾子，别听他胡说，那都不是什么好人去的地方。哎，你媳妇比你懂得多。那老话说，你要是有了钱，还给鬼子办事吗？谁愿意低三下四的伺候人啊？咱要是把宝挖出来，我带你进城，哎，过一过那城里人的日子。呸！过来，碾子。碾子，咱别跟他学坏了，啊。嗯。老娘说，你上哪儿去？到城里。嗯。碾子，有点事儿我跟你说，别搭理那个冯老坏，这人可不是东西呢。知道了，叔。看好你的门儿。啊。挖到沙子了啊！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哎，就是没敢挖，一挖就塌了。还是得找冯老坏想办法。今天先休息吧。好。你们呀，要把这一块块的木板支成三角形的架子。这么挖一点支一点，一点点的往前推，知道吗？叔，您这本领都是在哪儿学的呀？少问，干活吧。哎，我咋就想不到呢？你们要能想到了，还用我干嘛呀？走走走，干活干活。过来，狼狗的干什么？不知道，最近总往外面跑，显得很浮躁，可能是想吃肉了吧。把它交过来。嗨，过来。哟西，皇军的军犬是很有灵性的，去吧。碾子，碾子，哎。日本人的大狼狗那可是大麻烦，他发现了咱挖那洞，正在扒那个通气孔呢。你看啊，这通气孔让他扒的一个坑一个坑的，这日本人在炮楼上就能看见这一个坑一坑连起来，一条箭直奔他们那炮楼去了。那怎么办啊？必须得把他杀了。咱把他毒死？不行，这大狼狗是日本人训练过的，别人喂的东西他不吃啊。那咱们只能让他离开炮楼。他怎么才能离开炮楼呢？哎，老话说，咱这样，皇军的军犬在你们的村子丢的，是你们村里的人把它藏起来了。太君，
谁敢藏皇军的军犬呀？那肯定是让土狗给带跑了。皇军的军犬是经过训练的，如果不是有人把它藏起来，或是杀死它，它一定能回来。找不出军犬，你们拿命偿还。哎，太君，我可是良民啊。那你把军犬找出来。乡亲们，你们谁看见了皇军的大狼狗，或是藏起来了，就马上交出来，要不然皇军可就不客气了。死了的，太君，我真没看到啊。嗯，太君，乡亲们，那大狼狗的命比你们的命都值钱呀，谁要是看见了，赶快交出来呀。交不出军犬，拿命偿还。指出村里的抗日分子。真没有啊。太君，不是我。兄弟，你们就认了吧，我要不说他们就把我给杀了。八更，吩咐找一个花姑娘慰劳皇军。这个花姑娘是真没有，有的那都是歪瓜裂枣啊。这你对皇军不忠？忠，我一定办到。就是怕找到了长得难看，皇军不待见。你爹给皇军办事一定会有好处的。那是。效忠皇军，效忠皇军。这帮日本鬼子真不是人。什么事儿啊？刚伺候完上面嘴，还得伺候下面嘴。站住，什么事儿？老妞儿，我给你家找了个俏活。你还有什么好事儿？嘿，你瞧你这话说的，我就没好事了。咱们是本家啊，有好事我净想着你了。什么事儿？说吧。这皇军那儿缺个做饭的。我不去挣那个钱。不是让你去。谁去？你家枣花啊。呸，把你家闺女送去伺候鬼子吧。你可别不识抬举啊，我是没闺女，我要有就轮不到你了。真不要脸。老妞，这事可定了啊，你去也得去，不去也得去。冯老坏，你不怕死后入不了祖坟？
我这也是为了咱们村好啊。嘿，点子，点子，就一人啊？你出去。那你可别后悔，别再让我进来啊！没人让你进来。行。有事外面说话。皇军呢，缺个做饭的。捎带手呢，再犒劳一下皇军。我让你去了，我走了啊。冯老坏，你就缺德吧你！我死也不去。我就知道你舍不得我。就这么着给鬼子办事，你迟早遭报应。你是我看上的女人，我怎么舍得让你去呢？我呸！真不要脸。那谁去？哎呀，那你就别管了。你说你这人办缺德事儿怎么不脸红呢？什么叫缺德事儿啊？不就那玩意儿吗？哎，你说那玩意儿谁用不是用啊？这皇军还赏饭钱呢，是不是？有时候叔啊都心疼你。你说你跟那小子，他懂什么呀？啊！哎，以后咱把宝挖出来，我带你去天津卫啊！咱那钱都花不完啊！你给我滚！反正你到时候是我的女人，咱们叔给你开包。滚！别干了，天快亮了。你说前面跑的是什么人？中国人吧。反正被鬼子追的都是好人。哎，进来。太君，怎么了？有个人跑到你们这里来了。啊，对，我醒来看见一个人就往那边跑了。走。嘿。喊开。小韩，如果说假话，死了死了。去哪里了？那边。追！那个人，鬼子走了，出来吧。好。
你胳膊受伤了。谢谢你，谢谢你们。你是啥人啊？鬼子为啥追你？打鬼子的。啊？真的？真的？我都以为见不着咱队伍了。当然是真的。你们走了以后，老百姓都恨死鬼子了。只要是打鬼子，怎么都欢迎。太好了。哎，还没问你们，挖这么长的地道干嘛？打鬼子。太好了。鬼子炮楼下边原来是我家房子，鬼子就是把我家房子拆了才建的炮楼。为这事儿，我爷爷死了，我爹被他们抓走了，我娘疯了。孩子，别难过。鬼子侵略咱们，有很多跟你一样家破人亡的家庭，我们就是要团结起来，把鬼子赶出中国。我们也要打鬼子。你们已经在做打鬼子的事儿了。我们想通过这个地道把鬼子炮楼炸了。太好了，我觉得你们的想法非常好。哎，还没问你们叫什么名字呢。我叫童凤，他叫碾子，是俺男人。童凤同志，碾子同志，那你呢？上级派我到咱们县发展队伍的，你们叫我老陶就行了。老陶同志。现在已经挖到炮楼院子里了，很快就挖通了。你们干了一件大事啊！童凤同志、碾子同志，你们干了一件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事儿。不过现在，我们离鬼子炮楼越近，就越容易被鬼子发现。我们必须要马上行动。这么难的事儿是怎么干成的？还有一个人，冯老坏，要是没有他，我们肯定挖不成。这个人必须要除掉。嗯。还有炸药怎么弄？我想好了，我们丈人家里面都有猎枪和火药。不行，鬼子的炮楼修得很坚固，火药的威力远远不够。这件事儿一定要一次成功，炸药的事儿我来想办法。嗯。白刚，你这个笨蛋，你的射击是怎么学的？我下去看看。不行，叔，您别下去。怎么了？我给下边挖的小，您下去不方便。你小子是不是跟我耍心眼儿呢？没有啊，我哪敢跟您耍心眼儿啊，是不是？就是，哪敢跟您耍心眼儿啊！我料你也不敢。哎，叔，我告诉您是这样，我在下边挖地道的时候，这拉屎就在下边解决了。你他妈自己不嫌臭啊？
这活儿没两天就该完了吧？啊，什么都瞒不过您。行。炮楼的工程要加紧，你得两米打打理。谢谢您夸奖。您看还有什么吩咐？那个地方为什么突然多了这么多土堆？那是坟堆。坟堆？是是是。那为什么这么多天没有看见有人出殡？啊，那个太君，我们这儿规矩是这样，就是成年人过世了我们出殡，那个还未婚娶的死了，就是半夜里挖坑就埋了。你得要说实话。太君，我可不敢骗你啊，我说的都是实话。良民，良民大大的。怎么样？挖到了。太好了。明天我出去一趟，向上级汇报工作。这两天你们一定要稳住冯老坏。这两个小兔崽子果然有事瞒着我。碾子，碾子，啊，碾子，这么漂亮的小脸蛋就要等着我慢慢享用吧。啊，小家禽捉了眼。来，碾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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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怎么了？碾子，碾子，他没事，你照顾一下碾子，他，我来处理。碾子，碾子。怎么样，老桃树，你怎么来的？当我走的时候，我发现后面有人跟踪我，我怕你们出事儿，就又回来了。要不是你，我们俩都完了。干盗墓这一行，一般是父子合作，如果是其他的人，往往最后得到财宝的那一个，就会杀死另外一个，独吞财宝。这个冯老坏。简直把坏事都干尽，活该。你们两位同志是非常勇敢的同志，这一次我向上级汇报工作，一是要炸药，二是汇报我们管套县共产党抗日政府县大队成立了。
首长，我回来了。我们的敌后英雄回来了。你好，你好，请坐。哎，说说你们那边那个情况。哎，我在县里碰见两个年轻人，男的十二三岁，女的十八九岁，他们是两口子。他们有一个非常好的计划，他们挖了一个很长的地道，他们想通过这个地道炸掉敌人的炮楼。太好了，看起来群众的抗日热情是很高的，现在就需要我们点一把火，抗日的烽火就会熊熊燃烧起来。是啊，你还需要什么？炸药，现在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。不会又是没有吧？真的没有。上级派我到县里开展工作，就我一个人，一把破枪，有时候还卡壳，现在要什么没什么，叫我怎么打鬼子？不要发牢骚，强调困难。现在鬼子封锁很严，队伍发展又快，一个正规部队，一个战士才五发子弹，日子都很困难。老陶，先不要着急，同志们打鬼子的热情是值得肯定的，要有，能不给你吗？我不管，反正你们得解决。要不这样，找友军想想办法。这是个办法。这样，你到城里去找一个跟我们有联系的友军。好，就这样。吃了饭再走吧。不用了，有了炸药我就不饿了，还省了娘家一顿饭。要不把您的表给我。老陶真是贼不走空啊。我只会打仗，连个准点都没有，那怎么能行呢？给你不能白给你，等你的好消息。放心吧，等着听好消息。这儿呢。你好。你好。东西有，你们要多少？20公斤。没问题。太好了。看来还是友军富裕啊。钱。还要钱啊？废话，都是打鬼子，又不是买吃的。我们打鬼子不要钱啊。你们见了鬼子跑得比兔子还快呢，这些年我咋没看到你们人影？神屁话，喜峰口古北口都是你们打的，我们死了多少弟兄？你这年头能买到了就不错了。那你看这个够不够？表不错，可是还不够。你哎，屠夫，这是你的嫁妆。是真的。货明天准时送到，你们等着收吧。都是打鬼子，怎么弄得跟做买卖似的？哎，现在啊，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。屠夫，这次难为你了。
小叔好了吗？太好了！你别瞎摸，炸了咋办？我现在是不是一摁鬼子炮楼就能炸上天？是，不过现在还没连上线，连上了以后一按就响。那你快把它连上，我现在就要炸了它。现在还不行。为啥？我们要等他们都在的时候，更多的杀伤敌人。对，我们还要筹划一下，我们炸掉敌人的炮楼以后，还要更好的打扫好战场。什么叫打扫战场？就是把鬼子的东西都弄走。对，我们的物资太缺乏了，我们就是要通过战争来武装自己。你说怎么办？我们都听你的。现在还缺一点人手，还有没有靠得住的乡亲？冷娘叔，他女儿枣花让鬼子糟蹋了，枣花还在炮楼里。是啊，这可就麻烦了，我们要想的更周全一点。人手应该没问题，家里亲人被日本人杀了的都恨死鬼子了，肯定靠得住。那好，童风同志，你和碾子分别通知乡亲，然后我们再决定怎么办。好，走。那是分队。老陶叔，老陶叔，在这儿呢。这就是老娘叔。听碾子说过了，他是枣花的爹。你好。这回可看到咱们的队伍了。这样，我简单的说吧，我们要炸掉敌人的炮楼。一，枣花在里面，我们要救出枣花。第二，我们还需要一些人手，抢出里面的物资。人手足够，我和碾子联系了不少人，可是枣花还在里面。是啊，我们一定要救出枣花。要不这样，冯老坏不是不在了吗？时间一长，山姆肯定会起疑心。明天你让老蔫叔代替冯老坏到鬼子的炮楼去看一看，先看看情况，然后再相机而动。好吧。干什么的？别往前走了。送菜的。冯老汉哪去了？他就死了，奔丧去了。他走的时候叫我给皇军送些菜。走吧，跟我走吧。太君，你们是什么人？太君，冯老娘是枣花的爹。哟西，你弟良民大大的。太君，这次来我想看看闺女。可以，走吧，跟我来。爹。枣花，别哭了，先说重要的。队伍上要炸鬼子的炮楼，你想法要出去。现在鬼子看得不是太严，白天的时候我可以在院子里走走。这就可以，具体安排另行通知。王老蔫儿，后天中午皇军要开庆功会，你再送些菜来。是，一定送到。又要改善伙食啊。问一句，皇军在哪儿打胜仗了？你问这个干什么？完事了赶快走，这是你待的地方吗？马上就走，我们走了，快走。冯老坏已经不在了，现在我们的环境稍微宽松了一点，可是也不能掉以轻心，现在布置任务，时间定在后天的傍晚，
碾子在窝棚上挂红布做信号，看到枣花从里面出来就实施爆破。我和东风在土堆后面监视鬼子的动向，老年叔和其他人埋伏在树林后面，炸药一响你们马上冲出去强运战利品，不过时间不能太长，最快城里的鬼子一个小时就可以增援到，所以我们所有的行动必须在这个时间内完成。大家有问题吗？没有，没有问题。明天中午老年叔给鬼子送菜，告诉枣花让他后天傍晚注意窝棚上的红布，看见红布马上往外冲，只要跑出去50步就安全了。都明白了吗？听明白了。大家还有什么问题？我还有一个问题。说。炮楼里还有个孩子得救出来。那是个日本孩子，不能救。日本孩子也是孩子。碾子说的对，他们杀了咱们这么多的人，我们还管他大人小孩？不行，就得救。那前段时间他们还杀了中国孩子呢。那是鬼子杀的。他也是鬼子，小鬼子。不，童凤同志说的对，孩子是无辜的。反正我不同意，你们要救自己救，你不救我们救。这样我们投票表决一下，同意救的举手。2-2。哼。既然表决的票数一样，这件事儿咱们明天再说。碾子，碾子，不理你，我就理你。碾子，你看是这么个理儿，鬼子杀了咱们好多人，也有好多孩子，所以我们才恨鬼子。鬼子简直不是人。但是，我们不是他们。咱们要是跟他们一样了，那不是跟鬼子一样坏了？那咱们中国人就白死了？那当然不能，所以我们要多杀鬼子。可是孩子没杀咱们的人呢。其实我跟你一样恨鬼子，在承德一个鬼子追我。啊啊，爹！凤儿快跑！爹使劲地抱着鬼子对我喊快跑，我就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，然后我亲眼看见鬼子一下一下一下把爹给打死。姐。嗯。外面起风了，睡吧。哟，老娘说你又送菜来了。是啊，长官，进去吧。冯老您，你等一下，我跟你说几句话。碾子，把菜送过去。太君，有什么吩咐？你的良民打打的。我的良民。那你跟我说实话，你们村里到底有没有抗日分子？太君，我们村都是良民，共荣模范。那冯老坏为什么不见了？他就死了，奔丧去了。我们这里的风俗要办完事好多天呢，
真的吗？那他走的时候为什么没跟我汇报一声？晚上死的，当夜就走了。我是他本家。临走时，他对我说，这几天要伺候好皇军。你得说实话。我哪敢骗皇军呐？那皇军的军权怎么丢的？这我真的不知道啊。冯老您，你弟皇军的公荣模范，冯老坏的不是。以后有什么消息及时的向我汇报，包括冯老坏的消息。是是，去吧。明天傍晚注意对面的窝棚，我会在窝棚上挂一块红布，你看到红布就抱着那个日本小姑娘往外跑，跑出50步我就起爆，听清了吗？听清了。一定要带着那个日本小姑娘。为什么？别问了，这是命令。呀，看见男人就迈不动步啊，有什么话说啊？这是我弟弟，今天我爹过来看我。哦，别腻着了，快回屋吧。听说日本人打到长沙了，管他呢，咱吃粮当兵，谁则天下不都一样？是是是是是，一定要加强戒备。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，感觉这些中国人一定在背地里活动着，做着对皇军不利的事情。永远不能相信这些中国人。嗨，出来，年子，就准备引爆。嗯，托布，注意鬼子的动向。好，大家准备。炮楼一炸，咱们就抢鬼子的物资。钱侄子，回来。注意，枣花出来了。准备，年子，引爆！啊，没炸！再来一次！石金，怎么还没炸？炸呀！怎么办啊？姐，快去抱孩子！突破！出山拳！这是坟堆。游击刀，游击刀！
了。